大家请跟我念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香华灯图国，茶室宝珠一，供养诸佛菩萨。嗡阿吽，嗡阿吽，嗡阿吽。好，请放掌。各位，请把经典拿出来，翻到134页，就是第三部经，各位的背面这样翻。佛说弥勒菩萨本愿经，有地藏菩萨本愿经，有药师如来本愿经。乃至各位要看释迦如来本愿，那要看大悲莲华经，佛陀有佛陀的500大本愿。那每个修菩萨道都要发愿啊，所以因地所发的愿，成佛这个愿就变成一种功德了啊。所以弥勒菩萨也发了很重要的2个愿，事实上。是让我们学的，啊，所以来，请翻到135页，你们看到那个赞呢？找到了没有？我们用念一下来：都是内院海会门开，梵王帝释踏云来，诸佛赞莲台，船帆染空，万圣养持歇。南无云台及菩萨摩诃萨。南无云台及菩萨摩诃萨，南无云台及菩萨摩诃萨。那念这个赞呢，在我们佛教里面是很重要，因为大乘里面最重的是三昧啊，这种观啊，所以啊，就叫毗婆舍那啊。所以你要修这个观，那当然是首先你要先修定。所以我们天天唱赞，唱到哪一天呢？入了这里面了啊，就甚至看到这种境界了啊。好，再来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我们大家发愿啊，来发愿文：起手衔接无上尊，说罪清净行忏悔。令我早开智慧眼，得见大慈弥勒尊，愿以持诵弥勒经，修学菩萨慈悲行，乐住娑婆国土中，常听诸佛为妙法，见闻精进皆随喜，尘世供养无空过，清净如来亦修持，利益无量诸众生。南无兜率海会活菩萨，南无兜率海会活菩萨，南无兜率海会活菩萨。开经偈：弥勒甚深微妙法，千生万劫喜相逢。我今依教勤受持，性相圆融一贯通。佛说弥勒菩萨本愿经，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在波罗奈国施入林中，与大比丘众500人聚，一切皆为众所知识，其名曰阿耨乔陈如、摩诃迦摄、优罗频罗迦摄、揭耶迦摄、那提迦摄、舍利弗、大目犍连、阿难罗陀罗等而为上首。护有菩萨摩诃萨10000人聚，其名曰善意菩萨、增上意菩萨、坚固意菩萨、狮子意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辩机菩萨、美音菩萨、胜床菩萨、信慧菩萨、水天菩萨、地胜菩萨、地天菩萨、无攀缘菩萨、具辩才菩萨。神通妙花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文殊师利法王子等而为上首。尔时世尊无量百千大众围绕，
供养恭敬而为说法。是时弥勒菩萨摩诃萨在众会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入席着地，合掌顶礼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有少于金玉之问，唯愿如来见垂听许。佛告弥勒菩萨言：若有所疑，今知汝问，当为解说，令得欢喜。尔时弥勒菩萨闻佛许已，欢喜踊跃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菩萨成就即法，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而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？佛告弥勒菩萨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弥勒，如今未遇安悯一切利益安乐天人世间，能问如来如是深意，如因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一开始，那讲了，在鹿野苑，这些大比丘一万大菩萨，那么来供养佛，围在佛前，弥勒菩萨为大众问这个最重要的方法，啊，他问什么呢？144页，这也是我们修菩萨道最重要的。啊，菩萨成就即法，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而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最重要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发愿，啊，在我们还没有证得空性之前，就要不堕三途八难，生生世世亲近善知识，这最重要的。现在各位看法门那么多，啊，很多人都在修行，但是如果你没办法去亲近一个圆满的善知识，可能你就会偏一边，偏一边，啊，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全部。就像各位现在说，假设你在持咒，然后你去亲近一位修行者，不要持咒，啊，那完了，那你这辈子就完了，啊，你就没机会成佛了，不可能发菩提心。为什么？这个不是圆满的善知识，他轻慢。他是喜欢自己的法门，不喜欢别人的法门。一切法无有高下，皆平等。一个善知识对于世间的善法，乃是小乘的出离心、大乘的各种宗派、密乘的各种修行，他都是完全随喜赞叹的，啊，因为这个都是乃至利益众生的方法，快速成佛的方法。但是各位，如果你走错地方了，啊，走错地方了，那你这下就问题就来了，你就跟着毁谤，跟着毁谤，甚至这个有些人虽然是他喜欢密宗，但是他是着相，有些人是不是真正在修行，不是发菩提心的，啊，他只是利用这个法门得到个人的利益，这个都是恶知识。所以各位一定要了解善知识的相貌是怎么样，啊，善知识于切世界论，啊，具足实德，啊，然后你要真正的去找到一个善知识。啊，那什么样可以找到善知识？你看弥勒菩萨为我们问，除了脱离恶道，就是环境，这个整个大乘佛教就是环境与人的教育。啊，我们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环境最圆满，不退菩萨为伴侣，必定证得空性不退转。所以那现在呢，那现在更要如此啊，要接近好的环境，啊，好的人，啊，善知识善友，这样才不会退转。所以佛就赞叹了，弥勒菩萨不是为自己问的，啊，他是为众生而问的，啊，好，145页，佛就开始讲了，我们念一段，啊，然后就简单的解释一下，我想各位都会了。来，第三行，弥勒菩萨即白佛言：唯然，世尊，愿要欲闻。佛告弥勒言：菩萨成就一法，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云何为一？所谓发甚意乐，菩提之心，是名为一。哦，那现在最重要，各位现在一定要肯定一点，你今天来学佛发的心正不正确，这最重要，啊，如果你发的心是正确的，那你就不会走错路，啊，这样的心就会招感到一个好的环境，好的善知识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
是不是发起的殊胜意乐啊？我一定要成佛，这个是消业障最快最快的方法啊！这个发菩提心，这个世间就像一个垃圾啊，肮脏的地方，就是代表我们过去世所造的恶业，就像这个世界的垃圾跟肮脏一样。那一个人如果真实发起殊胜的菩提心，那就是就像开出莲花一样，就像在垃圾里面开出莲花啊，大家只会注意到那个莲花啊，所以是最不可思议的，而且所有业障都变成你的资粮了啊，因为这朵漂亮的莲花是以这些污泥做肥料的嘛啊，所以也代表了你要去真实发菩提心里面，虽然你过去造了太大的恶业，现在开出来是柔软芬香大家喜欢的莲花，不但消除一些业障啊，反而成为你的助缘。所以普贤和愿品跟我们讲，你发起殊胜的菩提心啊，所有无间业障通通消除啊，生生世世向好庄严等等。所以一定要确定，我想我们现在去亲近那些善知识啊，像我每次亲近那些善知识，我都问他，哎呀，凭你的了解还是我跟你的言谈，哎呀，善知识，你看我有没有发一个正确的菩提心，我最在乎这个事情啊！如果我发错心了，你再努力也没用啊。很多人比我世间人赚钱都比我们修行人还努力啊！啊，那些公司的老板、总裁那可努力的不得了了啊！但是这种努力，它不是一个正确的，它有一个私心，所以还是会造成轮回的因的痛苦的。虽然很多人大家都在修行啊，也很努力。但是如果发心不正确，那这下可惨了啊！那发心不正确，那就会碰到恶缘啊、恶友，还会堕落在三恶道里面来啊，那就苦了。所以各位一定要闻思修啊，多学习、多反省、研究大乘的经典啊，什么是殊胜意乐的菩提心？醒安法师的发菩提心文，劝发菩提心文，你要看一下。啊，所以这是第一种方法啊，所以各位一定要肯定自己是不是发菩提心呢、啊？所以发菩提心以后，就一定会要受菩萨戒。那也你受菩萨戒，也是正式发菩提心，才得到菩萨的戒体。那有了菩萨的戒体，所做的这些善业，才成为成佛的资粮。所以这个发菩提心的动机太重要了啊！再来第二。弥勒，复有恶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云何为恶？一者，于色摩他常勤修习；二者，于毗婆舍那而得善巧，是名为恶。那我还是要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发菩提心呢？就是为了个人的解脱跟证悟啊，所以发愿要成佛啊。那成佛的目的就是因为思维到众生的苦，所有的众生世界都是我的责任，这叫普世责任，所以我要为这个而觉悟啊，而圆满正觉，所以这叫发起一个利他殊胜的愿啊。那发菩提心，你所修学的都没有私心，一切都是为了平等的世界众生而在精进努力啊，所以这里面也包含了一个绝对的责任啊。有这个责任以后，就像你的爸爸生病，你会责无旁贷认为那是我的责任，我要去照顾他。那别人就认为那不是我爸爸，我干嘛去照顾他啊？安慰安慰是可以，你把你爸爸放到我家来，我就把他推出去了啊。那发菩提心不一样了，发菩提心是所有的苦难众生，他们的痛苦都是我的责任，我不会有分别的啊。为如此要不断的去奉献付出，然后呢也还要追求开悟啊，所以这个才是殊胜的菩提心啊。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很喜欢盖个寺庙，但是到底他是不是发菩提心呢？不一定，因为他只是个人喜欢执着这个功德，我认为我盖一个寺庙哦，我就满我的愿哦啊，但是这样还不圆满。所以你在盖寺庙或造佛像，你要想的是为了所有有情，
让他们看到这个佛像，啊，如何如何，也希望他们都离苦。你要一直告诉自己是如此，不能有一个自己喜欢自己讨厌啊。第二，两种方法离开恶道恶知识。第一个，一色摩他常勤修行，所以各位一定要认真读诵经典、打坐，啊，在南传种打坐，在密乘种啊这些升起次第啊修仪轨。那这个色摩他的目的就是止观的止啊，就是禅定的定啊。那毗婆沙呢就讲慧定慧，那这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戒做基本啊。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念佛十念法啊，那是呼吸啊，安那班那啊，用呼吸调呼吸，就是色摩他就是能够心一静性，就是你能够专心啊，这个心不会乱掉啊。那你要经常去练习调伏自己的心，能够专心。所以各位要培养习惯，读诵经典也是啊，啊，打坐啊，念佛啊，就是要练习专心啊，而且要经常这样练习。而且这个专心还可以降服身体的痛苦，脚很酸啊，生病的时候啊，你心还是控制得很好啊。所以那你练习久了就不容易起心动念啊，欲望恨啊伤害你啊，因为你心控制得很好。所以各位要努力的修习所谓这个色摩他。再来，以毗婆沙那而得善巧，这个更很重要了啊。这个叫观，这个观你要怎么做都可以。比如说刚刚讲念炉香赞，念赞的时候你就啊不离开智慧的这种专心的方法啊。甚至呢，现在各位在持咒修本尊观啊，修仪轨的时候观空性升起圆满次第，这个都是修观最好的方法。但是你要修观之前要止做基础啊。就像我们以前念佛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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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大家念得很专心，念，后来就不念了。那个在念的时候是属于色摩他专心嘛，不念的时候要观，观阿弥陀佛啊，啊，或是用内心里面啊去看到极乐世界啊等等啊，所以要善巧方便各种毗婆舍那的方法，包括大乘的各种念佛三昧啊，啊，最好的方法是观佛像。啊，观佛像，然后去思维佛陀的德行等等，甚至你用经典专心读诵经典是色摩他，从经典里面去思维经典的法义啊，而保持正念，这也是一种观啊。这两种方法翻过来147页，弥勒复有三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素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云何为三？一者成就大悲，二者修习空法，三者于一切法不生分别，是名为善。哦，太重要了。菩萨在忙什么？就是空性与大悲啊。所以首先我们要成就大悲心啊。所以这个大不是有分别的啊，一只小蚂蚁跟你的儿子是完全平等的，一定要让他们离苦得乐。那为了要成就大悲心，那当然各位要修忍辱啊，要受苦受难啊。成就大悲最好的方法就是念大悲咒，用嗡嘛呢呗咪吽啊。那你要成就大悲，你要断除嗔恨心、排他心、舍弃众心都不能有啊。所以我们大乘佛教每天在做的大概都是在成就大悲心。第二个，修习空法，这个就比较少人在做。现在大家很喜欢去做，很高兴啊，去助念、去放生啊，大家都会做，出钱啊会做。但是要叫我们要观空，就不太容易啊。所以不管你做什么，那你都要观空，不执着三轮体空和背啊啊，我跟接受的对象乃至我送出的东西，这三种都是空无自性的啊。所以你对你现在你的身体也好，你要照见五蕴皆空，你要经常这样去做。各位如果不这样经常去做呢，
你有悲心，但是却不能断烦恼，啊，总会退转的。那一个人虽然观空，但是悲心不够，那他就会入解脱了，也不能够度众生了。啊，佛教是悲智双运，缘起无我，啊，所以以大悲做基础，那一定要修这个空法，断除执着啊。第三个，于一切法不生分别。啊，我不能说我只喜欢念阿弥陀佛，或者我只是喜欢持咒，啊，所以任何一个法，现在各位我正在煮饭，那也是佛法，你要去分析，啊，这个饭来之不易啊，啊，所以上座下座都是一样的心态，啊，来佛堂跟去上班都是不离开菩提心的，都在修行，啊，如果做到这样，最圆满了。但是起码对佛所说的各种法门解脱大乘道密乘的各种教法，有些人很喜欢看阿含经，太好了，那是不喜欢看阿弥陀经。有些人很喜欢净土五经，哎呀，但是看阿含经看不下啊，这都不圆满。因为你是为你自己看的嘛，那你当然就不圆满了。你要是为众生，那就不一样了，不一样的根器。所以对一切法不生分别，一切法毕竟空啊，要这个三法。再来，弥勒护佑四法离诸恶道及恶之事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为是？一者安住境界，二者离诸以往，三者要阿难落，四者起正见心，是名为是。所以各位现在在读就是文，然后你要去哦，去了解，我们在讲解，自己也去了解，然后再来呢，那你就要保持这样去做。我有没有安住清净界啊？这个叫修了啊。所以又有四种方法可以脱离三恶道不好的环境，还是恶之事，能够快速成佛。第一个，安住清净的戒律。那我们的戒律是什么？三皈依戒、五戒、十三业戒、八关斋戒啊，标准是什么？菩萨戒啊。那最高了还有三昧业戒啊，所以那我们既然守戒了，你也不能说哦，我是守大乘的，所以那个小乘的不要守，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小乘的戒律更严，你没有小乘哪有大乘的，没有五戒哪讲什么菩萨戒呢啊。所以基本的戒律还是要清净。第二个，离诸以往，就是简单讲要有信心啊，要绝对对佛所说的教法要有信心，一点都不怀疑啊。三者乐安乐落，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喜欢极静处，不喜欢困闹。那世间人就不一样了，世间人说老婆不在睡不着觉，看到没看到儿子睡不着觉啊，就是喜欢家庭生活了，喜欢感情关系啊。这个是世间法，但是各位呢，虽然你有感情家庭，但是你也要耐得起孤独，啊，哦，有家人在的时候，我们尽量善巧方便，啊，影响他；但是一个人的时候，也可以很安定，啊，要习惯这样。那有些人是虽然乐阿兰若，但是他不喜欢跟别人接触，这也不善巧，啊，不能成就大悲，啊，就是说和而不染的意思。我们佛教讲和谐，和谐，啊，和谐就是和，但是又不排斥，也不执着，啊，但是如果你是脱离了世间法，离世求菩提，恰是求兔角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讲出世间法是不离开世间法的，你要找到空性，不是不离开世间的色，色即是空，色不异空，啊，虽然但是内心里面还是安住在一个无所执着无所依靠的心态里面啊，叫乐阿兰若。当然站在世间法，各位如果能够住在安静的地方，甚至出家或是经常一个人去思维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四者其正见心，正见空性，正见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啊。那这个正知正见，那可能要各位要多去思维三法印四圣谛这样啊，然后呢，生命的本愿呢，四弘四愿，缘起无我的意思，所以这四条。再来，弥勒
富有无法离诸恶道及恶之事，素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云何为五？一者住于空法，二者不求他过，三者常自观察，四者爱乐正法，五者摄护于他，是名为五。还有五种方法，佛说可以脱离三恶道，脱离恶之事，能够快速成佛。一者住于空法啊，所以各位不要觉得我有拥有，家是一个逼迫性，那是一个暂时的缘起的关系啊，不要认为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，或是你可以占有的啊。所以每天要用心经这个法境去看一下，乃至背个偈语啊，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乃至哦，苏巴瓦修道，萨瓦达玛，苏巴瓦修道行啊，完全的清净啊，所以要这样去看这个世间的东西，都像看电影一样，就像做梦一样啊。你做梦有感觉到看到某个人吃到某个东西，它是真的吗？假的啊。所以你安住在空法，你要看这个世间都像做梦一样，那你也不执着了啊。所以要住于因无所住，就是住于空法。不能执着世间的啊，不管你执着什么啊，但是在还没有证得空性，那至少有一种执着，那叫利他执，那我要去利益众生啊，至少先这样做啊。第二，不求他过，不要去找别人的缺点啊。我想会两舌的人，他就是喜欢看到缺点，然后看到缺点喜欢告诉别人，这样啊，这样就会把自己的心弄黑暗掉了啊，嘴巴就会两舌，甚至不小心就恶口了。我们观得不观失，就一直找对方的优点啊。各位，一个杀人放火的人有没有佛性？有，就这样，你就要肯定他有佛性，然后对他所造的业只生悲悯心，甚至自他交换，愿意承担他的恶业。那如果不懂了这个道理，我们悲心，就像世间人讲的，你要忘掉一个人最好的方法是想他的缺点，对不对？一个人为什么会去爱上一个人，他就天天想他的优点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爱久以后现在就想他的缺点，然后就开始恨了啊。所以这个都不行啊。但是我们不要一直，我们对对方的缺点就是一直产生悲心，而且把它盖覆住，不喜欢讲出来，不求他过啊。亲近善知识更是如此啊，你一开始拜老和尚，拜你的师父，你觉得他是正知正见，是个善知识，然后你就要强迫自己啊，按照华严经里面啊，侍奉师父的十种心，乃至密乘里面四十九心啊，要升起这个金刚心、大地心啊、如犬心，觉得不能改变啊。但是如果你一直去看对方的缺点，那你就找不到朋友啊，啊，找不到好老师啊。然后夫妻呢，那必定会离婚了啊！你要讲缺点，谁也不是佛，你要讲缺点讲不完的啊，那你的内心里面就不圆满了。三者，不但不求别人缺点，只看自己缺点，叫常自观察。哎，我有行住坐卧有没有哪里不圆满？那我有没有待人处事有没有得罪的地方？你讲一句话也要去思考，走路也要思考。啊，我想我很喜欢，有时候看到女孩子穿得很漂亮，不是我喜欢看，我只是想哦，她们穿得这么漂亮，一定很用心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一个修行的，她只是把这个方法用错地方了、啊。她要讲的是内心的这种慈悲清净心，而不是光在外表啊。但是有时候用错地方了，用错地方以后你就会怕，因为什么？里外不如意吧？啊，如果你内心里面更漂亮。哦，那外表现出来是那种自然美啊，那种威仪哦，气质哦，啊，那更不一样了。所以要常自观察自己的内心，起心动念，找自己的缺点。所以他们说，找自己缺点的是智慧，找别人缺点的是愚痴，对吧？啊，试着爱乐正法，哦，很喜欢修行，很喜欢读经典，很喜欢打坐。啊，很喜欢去利益别人，爱乐正法。那世间人不一样了，
世间不是爱乐正法，对不对？爱看电视，爱上网，爱聊天，爱睡觉，爱吃饭，啊！但是他对于修行佛法、听闻佛法没兴趣。有些人是有这种状况，他说喜欢来道场，不喜欢听课，啊！我看到很多菩萨很喜欢做义工，每次都来，然后我在讲课，我看到一样。然后但是他就很喜欢做事，这样不会进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听法，他的心灵没有进步，他做出来的事情没效率。我们已经进步了，他还在那个阶段，这是很可怕的啊！所以各位一定要很喜欢听法，很喜欢研究经典啊，也很喜欢去利益众生，要爱乐正法。五者摄护一堂，那你今天要想尽办法啊，摄就是把它掌握住，保护它，摄护于它。我们爱乐正法的目的就是要摄受众生的，我们叫拥抱众生，对不对？承担众生苦，而不能漠不关心。所以我觉得各位现在呢，我们汉人有个好处，喜欢做功德，很喜欢啊。但是做功德是个功德，但是能够直接服务众生更是个功德啊。哦，你除了供花、供灯、供水果、供佛像、造佛像，然后对别人很热心，很热心。有些人天生就很热心，啊，知道别人要吃什么就帮他准备好，很热心。啊，今天5-6人聚会，他就准备每个人所需要的，啊，台湾话就是很热情啊，很给薄啊，就是这样，啊，非常好。各位要培养那个习惯。那现在刚好颠倒，女生很热心，男生酷酷的。啊，所以末法，女人升天，男人下地狱。啊，佛经这样讲，女人因为至少善事她会做嘛，对不对？男人就操谱，喜欢批评、批评、批评，啊，那不去做，啊，女人虽然她没分别，好事我就去做，对不对？但是，所以我们要变成一种要主动、积极去关心别人，要摄护于他，这样就能够不落恶道，亲近善知识。再来。弥勒，护佑六法，离诸恶道及恶之事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为六？一者无有贪欲，二者不生嗔恚，三者不取于痴，四者常离出语，五者住于空性，六者心如虚空，是名为六。佛又讲了六种方法脱离三恶道，脱离恶之事，得成佛。第一个，无有贪欲，哦，所以各位要修不净观，啊，多布施，啊，不要让自己的欲望很强，要把欲望转成愿力。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欲望，但是这个欲望，我常讲，一个女人要去爱上一个男人，嚯，她那可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都做得出来，啊，什么都想得到，但是这个动力呢？把这个动力转成为世界想、为众生想，而不是为自己想，那就对了。啊，每个人都有这个动力，贪的本体就是一种佛性，所以但是没有那种执着，啊，甚至贪欲最强的就是男女的情欲，啊，这种性欲，啊，就像动物性一样，要把这些都要把它转化掉，啊，淡化掉，少欲知足吧。我想这个社会已经比以前都好了很多很多了。有个地方住，有个饭吃，有个衣服穿，随缘吧。啊，其他的大部分的力量用来做利他的，不要现在人喜欢看美丽的东西，耳朵要听啊。每个人都喜欢听，哦，好听的音乐，好好听啊，啊，好好听。但是现在要把自己的听音乐习惯改掉，听什么？听炉香赞啊，听大悲咒，对不对？因为在那个不是一个欲望。有些人，我以前碰到一个居士，开车就喜欢念大悲咒。他不是在念大悲咒，他当音乐听啊。那这样就没意义。当音乐听，你的心就会散乱掉，会重感情。那重感情以后，他就没办法控制他的情绪，因为那个是个音乐，而不是个大悲心吧。啊，他只是既然说不能听音乐，那就麻醉一下吧，就听佛教音乐这样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出离心大悲心啊。二者。不生嗔恚，不要生气。你要生气，有100个理由让你生气。你要不想生气，那看你自己啊，啊，所以一笑置之就算了，啊，修安忍。第三，不起愚痴，
就是说不要懒。什么叫愚痴？就是懒得去思考，各位愚痴。懒得去思考，你就看到表面的东西。你要进一步去思考，你就不会看到表面的东西。啊，你看到表面的东西就会邪见，愚痴邪见。所以什么东西至少要深信因果。哎呀，是不是一动一笑一个动作都会影响近未来际哦。逝者常离出语，讲话要温文儒雅啊。所以各位要多念诵经典，多赞叹别人啊，特别你自己的家人跟你比较亲近的，这个一点很难，但是你要特别注意，讲话要轻声细语，对不对？对自己的亲人啊，可称之处不起嗔恨，可以明明这一点要可以骂下去了，忍一下。我以前认识一位朋友，以前我们都在搞旅行社，有一次他用一种方法，他不骂他职员的，他用写的，但是写里面他就不骂，他只建议我，建议你要这样。那我说你为什么？他说我如果不写，我看到我就骂，我控制不了，我干脆用写的啊，请你上班要啊这样。因为他是很冷静，但是碰到那个人他起情绪，他就不用修饰了啊。没碰到那个人，他修饰一下文语啊，那这样也是可以解决事情的方法。五者住于空性，这个空性讲的是你内心的状态里面啊，你要安住在你的本性里面啊，不执着了。再来六者心如虚空，不但安住空性，然后呢包容一切啊。所以我经常的背啊，慈悲如海啊，菩提如山，智慧心如虚空啊，要广大啊，装载一切，然后能够成就这六法，离诸恶道，离诸恶之事。再来弥勒故有七法，离诸恶道及恶之事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云何为七？一者住于正念，二者成就责法，三者发起精进，四者长生欢喜，五者深得清安，六者住诸禅定，七者具足行舍，是名为七。这就是三十七道品的七觉知，叫七菩提分啊。所以第一个要注意正念啊，若站在解脱道四念处哦，背一下：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那你要随时用这个四个正念去看一切，不然你就会执着了啊。那站在菩萨道呢，是啥？四无量心，你要保持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。但是保持四无量心是在四念处做基础里面去保持四无量心的啊，要注意正念。第二成就责法，哎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，对不对？责就是一种选择，对，那你要法印去看这个事情啊。所以这个责法，因为我们是要修空性修悲心，什么事情符不符合这个要弄得很清楚。三者发起精进，那你既然要成就菩萨道，那么第一个对内的精进要你要安住在正念，不起贪嗔痴，对外的精进也要有你要去广结善缘要去累积资粮，你都不能懒惰所以就是意思说，各位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在这边大家修行做了很多各种不一样的功德，广结善缘。那如果你在家里，连我都会啊，他们把我放一部电视在我的客厅，我就会关心一下，关心一下的啊 ，TVBS 中天，然后再转回生命台，然后再关心一下，然后再回来，我都发现浪费太多时间了啊，因为你总会找理由去的啊，你看在那边不要去动它，很困难啊，因为我们是凡夫嘛啊，所以你就不容易精进了啊，所以各位最好把。你要看电视还是就把它放在公共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你自己的禅房啊、客厅哦、房间最好不要摆这些东西。你摆这些东西呢，那你就浪费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啊。然后像各位如果有家人就很难了，你有家人你就不得不跟他多聊一天了，对，你不跟他聊天那么酷干嘛，对不对？既然是你是他的老婆，你是他的老公，你总要跟他讲话嘛，那你要很精进就不太可能
啊，至少要找时间脱离。那我们出家人就比较有这个机会，啊，因为大家生活很单纯，啊，少欲知足，就比较容易专心，乃至专心的去奉献，啊。但是各位，无论如何，你所知道的法，就一定要发起，我一定要精进，啊，去圆满这些。你不能一直拖啊，一年过一年，然后也没有去学到那个法，也没有开发智慧，那就浪费了。是者，长生欢喜，叫喜觉之，啊，哎呀，每天就快乐的不得了。我常讲那个故事，对不对？波斯匿王有一次坐马车，看到一个老人一直笑，一直笑，以为他神经病啊。啊，老人家你几岁了？我给你细回，四岁。王人他真的神经病，他现在什么是四岁？你怎么讲你四岁呢？哎呀，我活到74岁了，70年前度的造恶业啊，4年前才有机会听到佛法啊。哎呀，所以我觉得我才4岁而已啊，啊！但是听到佛法以后，我每天快乐的不得了啊。所以各位，成为三宝弟子快不快乐？哎，快乐，要这样。哎呀，这个世界没有比成为三宝弟子更重要，然后去受戒回来，啊，快乐的不得了；又去受菩萨戒回来，哇，吉祥化了，啊，那叫戒财，哎，然后有那个听闻佛法，那不可思议了啊！所以每天要不要让自己忧郁，不要让自己悲伤，就是这个。你要是一直想不好了，你就很担心啊！哎呀，2012到了，接下来被安装啊！很多人在讲这个就是没有喜觉之。啊，反正变化无常是正常啦，那个推动佛教修行比较重要。啊，有些人你跟他讲说，哎呀，你可能生病得癌症，哇哇哇，啊，他不知道每天吃的胖胖的，医生给他讲他就不会吃饭，然后就消瘦了啊，所以意志力不见了，所以要法喜禅悦。第五，身得清安。啊，像打坐的人，坐到一个阶段以后，他感觉到没身体一样，这个意思，啊。那心灵的能力够强的时候，虽然你腿不能走路了，虽然你现在90岁了，那就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像这个身体不会拖着你，你只是会感受，你感谢这个身体而已啊！啊，这个身体让我能够修行啊，能够感受众生苦啊，啊，所以不会被身体拖了。六者，住诸禅定。所以佛陀讲了很多入禅定的方法，那各位就要能够安住。在控制心灵的专心的状态里面，不被迷惑颠倒啊。第七，具足行舍，啊，对什么事情能够平等啊，能够放下。来，再来，弥勒，复有八法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为八？一者正见，二者正思维，三者正语，四者正业，五者正命，六者正群，七者正念，八者正定，是名为八。好，那这个叫八正道。那站在解脱道，有解脱道八正道的解释；站在菩萨道，那有菩萨道八正道的解释。那这两种我们都要了解啊。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正知正见了，那这里面讲的就是对苦集灭道四圣谛这种生命的真相了解啊，原生原灭的关系。那菩萨道的正见呢，正见空性，乃至哎呀众生都是我的母亲呢，哎呀升起这个正见。第二，正思维，那既然苦是来自于集，所以我一定要断苦的因，所以我要消灭贪心嗔恚，不能去伤害众生，这叫正思维。那站在菩萨道正思维什么？正思维要我要发四弘誓愿，我要度众生。三者正语，正语就是不要骗人，不要骂人，不要说是非，不要讲没意义的话，浪费时间的聊天的话啊。那站在菩萨道还进一步，还要多念佛诵经啊，劝人如何如何。四者正业，这个业讲身体的行为。站在解脱道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；站在菩萨道，身体礼佛，啊，做义工，啊，用这个身体来啊做修行，帮他们修气脉啊、闭关啊，如何
都可以。第五，正命，就是维持生命的方法。站在解脱道，不要去做那些杀生啊、卖毒品啊、卖酒啊、啊算命啊、卖武器啊、毒药这些。那出家人呢，也不能邪命啊，也靠这些宗教仪式或是算命来得到名闻利养呢，不对。六者正勤，就是该断的一定要断，还没有做的要去做，叫四正勤啊。以身恶令断，未身恶令不起；以身善令住，未身善令生，叫要这样精进啊。第六正念，刚讲解脱道讲的正念是四念处：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那站在菩萨道的时候，意念众生苦，哦嘛里边没有啊。第八正定，就了解了四圣谛以后，保持在这样子的心态里面，那站在菩萨道是希望能够证得无生法忍啊，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名为八。再来后面九跟十呢，不是很好理解，讲的就是四禅八定，乃至呢各种的三昧。不过我们念一下来：弥勒，复有九法离诸恶道及恶之事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云何为九？一者，速离诸欲恶不善法，安住初禅，行事喜乐，心已净性；二者，远离寻事，安住恶禅，内净喜乐，心已净性；三者，远离于喜，安住三禅，舍念慧乐，心已净性；四者，远离忧苦，即以喜乐，安住四禅，舍念清净，无苦无乐，心已净性；五者，超过设想，无意攀缘，安住无边虚空处定；六者，超过无边空处定矣，而能安住无边事定；七者，超过无边事处定矣，而能安住无所有定；八者，超过无所有处定矣，安住非想非非想定；九者，超过非想非非想处定矣，而能安住灭受想定，是名为九。就是修禅定里面四禅八定，虽然你的肉体是在人间，但是你的心灵状态可以到达色界天、无色界天的心灵状态，那当然你就要入这个甚深的禅定啊。当然最圆满呢，就是灭受想定啊。所以那各位就要一步一步一步了来提升自己的心灵的状态，这也很重要。再来继续念：弥勒，护佑十法离诸恶道及恶之事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云何为十？一者，善能成就金刚三昧；二者，成就处非处相应三昧；三者，成就方便行三昧；四者，成就遍照明三昧；五者，成就普光明三昧；六者，成就普照明三昧；七者，成就宝月三昧；八者，成就月灯三昧；九者，成就出离三昧；十者，成就圣床必应三昧。是名为十。这个我就不解释了，等我哪一天入了这个三昧我再跟你讲，因为站在文字解释会，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没意思啊，那个，但是我们现在当然是保持这种内心的这种状态。我现在常告诉你，你干脆就想不想念佛三昧，哎，比较容易；做事三昧，烟供三昧，放生三昧，要保持那种内心的状态啊，法喜充满去做这些事情。但是最主要是这种心灵状态，你就可以永离恶道，永离恶之事啊。所以我想这几条各位要，特别是前面各位现在还做得到的啊，就要去做。